少主，先吃饭吧。夫人，他不是跟陛下出征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他们已经和太子达成协议，决定谋反。我要阻止此事。荣乐一定去南京找宗正，你们去把他给我追回来。我说复仇在将军府，不可能。朕刚刚才召见过他。陛下，臣有紧急军务，急需奏报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白发王妃。